谢谢大家媒体朋友们来、Robert's 的 press conference 啊，是耀光这部戏的导演，所以我会讲一些东西啊，你们听一下，很快的、啊。其实、Robert's 套啊是我所有拍过的电影里面最好玩的一部啊，然后很享受那个过程，然后我最喜欢的两样东西就是他的第一就是他的独立精神啊，因为他什么东西都是 independent 的，就是我们从、筹钱到拍都是自己来的，基本上就是没有人出钱的啦。剪片也是没有在一个 proper 的地方剪，也是那个剪辑师拿回家，在他的房间搭了一个，买了一个 Mac Mini 就开始剪了。我们要买歌也没有钱，所以我们就自己作曲，怎么做就把那个歌词跟旋律唱在 handphone 里面，然后把那个歌那个版本 send 给一个做朋友的作曲家，他就在那边编曲了，所以整个过程是很独立很好玩的。这是什么保险套啦？没有看过。OK， 然后可能顺便也提一下，建明大哥其实这次除了帮我们演老套的男主角之外，他也帮我们唱了那个主题曲，主题曲，对对对对，哇，好好听。刚刚其实有剪了一个 first cut， 蛮过瘾的，希望可以快一点跟大家分享，因为他在建明大哥在里面牺牲很大，前天才拍的，呀、yeah, ，他说要放上网，我说好了，我去到那边，你可以脱吗 ？OK， 可以上半身嘛，没有问题。拍到一半，那个负责拍的人说：“你可以穿脱完吗？”啊，对对对，我说好了，就脱了，真的脱完了，脱完。所以我的英明扫地，就是，我觉得是我们演员对导演跟这个制作的团队有那个信心。对对对，有信任啊，因为他说要跟我打马赛克，啊、最后有没有打我不知道。会吗？会打。那个原装的也是被收住了啊。也是被收住了。你有什么事情，他又拿出来威胁你。等一下，我下一个 production 你给不给20000？不然这个出去怎么办？我也觉得很荣幸啊，能够唱到安全套的歌曲。哦，也许他们找你，也许会找你。一个滚动，一个动，很容易使用。也许好可以卖嘞，做 advertisement 你就拿钱了。其实 OK 的，因为我们的歌是鼓励人家要用。用嘛，对吧？不说不要用。啊、也对对对。不像你27岁以前那样、啊，是要用的，所以我没有说不要用，是那时候没有在用，不需要用，没有男朋友嘛，怎么样用？现在还有用？现在不需要了，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用了。我就是喜欢他们这样子，很放，很敢讲，什么都没有用了。我现在已经没有做那种事了，做也不用用啊，现在干嘛要用呢？是，其实反正什么都不会发生嘛。因为证实了，他需要用，你还需要用？要，万一又搞出人命怎么办？对，错一次就好，不要错这么多次哦。好，现在准备生气，准备骂人，你们关心过我？今夜不想再为谁变乖。其实有想过让每一个故事的 ending 都是一个做爱的场面啊。是，不过后来想想看，还是不要。不行，还是比较好。对。不行，我要贴张曼玉的照片。那你呢？我要贴谁的？刘德华。刘德华。